台湾长老教会好尾教会，这礼拜日隆重举行一场受职礼拜，欢迎小文静牧师搁登来好尾服务。小文静牧师曾经伫好尾服务十二年，得到教友的认同。这次再度登来好尾的单静牧师，受到教友热烈的欢迎。我真欢喜搁再度登来好尾教会。24年前，我伫好尾教会接牧会，有12冬的时间。了后，我搁离开12冬，啊，即马搁登来遮，啊，我相信。等下这个所在，我要重新甲这兄弟姊妹做阵伫好位地区，会当做好一挂宣教甲教育的事工。那么上帝大大祝福伫今仔日整个的礼殿，甲以后伫遮无会日子。谢文静表示，伊主持好位教会，同款会以关怀作为教务的重点工作，促进社会祥和。目前就是先啊，甲这兄弟姊妹开始做好真好的这个啊牧养的工作，就是关怀顶面，这是我第一个先爱做的。啊，以后事工的部分，就我会豆豆甲即个中级做阵，直接来计划。哎，这是目前初步我的计划安尼。是。今仔日出席这项受职礼拜的教友非常踊跃，附近教会的牧师也拢到场致意，大家虔诚唱圣歌，祝福上帝的安排。阮小牧师吼，12冬前伫阮教会吼，无道吼，对阮教友拢足关心的。小牧师会当来到阮好尾长老教会，是阮好尾长老教会福气，嘛是上帝安排。啊，所以阮全心全力全德欢迎咱小牧师来阮好尾基督教会。基督教长老教会好尾教会目前会员大约有300位，组织健全，信仰虔诚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